素贞，我选你，我养你呀、啊！一见钟情恋，深思熟虑前，何时来自方和存款，感觉靠车险。工资全上交，家务我全包，洗衣做饭我都全来，啥心不用操。豆豆工资5000块，还要还房贷，鞋子衣服化妆品样样7000块，自己单身养不活，超人多作怪，月薪5000养活你，要活在梦里面。操，我不信，月薪5000还不够养活你朋友，我要去问问妹子们怎么说。5000肯定不够啊，鞋子1000，化妆品2000，衣服3000，再加上平时买的零食什么的，5000块还不够我买个包包呢。哼，月薪5000，给我亲自购物车都不够，还说想养活我，搞笑。我家的豆豆一个月都不止5000呢。什么？你家的豆豆啊？就是我家养的狗。狗？我他妈还不如一条狗。豆豆，我不赞同他们的话，我们也是有手有脚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别人养呢？都是爹生娘养的，谁也不欠谁的，既然在一起，就应该两个人一起挣钱，共同奋斗才对呀。哎呀，女王陛下果然通情达理呀，女朋友就该找这样的呀。哎，豆豆说的对呀。现如今总是有人说这花钱那花钱，这不够那不够，一个月不花够多少钱根本活不下去。哼，其实每个月10000有10000的活法，1000有1000的活法，什么样的收入过什么样的日子，自己的消费水平自己心里要有点逼数，向往美好的生活，努力奋斗才是正理，千万不要活在自己的梦里啊。